绝味修容大法真的太香了，新手化完全妆不但没有变美，反而显得脸更大，漂亮的妆容一定是需要提亮和修容的加持。看完这期新手修容教程，摆脱无效化妆，新手就应该选这种容肤显色度又高的粉状高光，它比高状更容易控制量，就不会侧滑底妆，直接就往旁边铺开，不需要什么手法。上这边你看，它直接就绷起来了，而且妆面变得很干净，粉质非常细腻。你看我反复叠加，它也没有出现卡粉。像什么眼影修容不小心化重了，还可以用它当橡皮擦。天哪，这个浅色度真太爱了，网感美女的同款底妆，修容就是上面的灰棕，眼头画大 C， 鼻头小 V， 鼻梁画竖着等号，它这个颜色就做得很好，适合咱们亚洲肤色，会发红发灰，在任何光线下都是很自然的。外轮廓呢，就用下面这块深一点的棕色扫到虚线范围之内，扫就完事儿，不需要什么技巧手法。这个颜色用来画卧蚕也是特别的自然，立体度一上来脸都小了一圈。上面香槟色珠光画眼头还有鼻头，卧蚕中间一点点，哇哦，它不是那种土土的爆闪，而是很透亮很细腻碎钻，整个脸波光粼粼的同时却又很自然通透。绝味修容普通女孩也能爆给网感美女影，不要看它便宜啰嗦，在29.9块一盘搞定高光修容，整整给到10克，拿去给对象画腹肌都用不完。更棒的是现在买还会送全套的修容工具给新手宝宝们保驾护航，赶紧试试吧。